大家好，今天我要介绍我的哥哥，中文名字是刘德前，英文名字是 Andrew。 如果你是个单身女子，注意听哦。 Andrew 长得很高，脸圆圆的，眼睛小小的，他也戴眼镜，口不大也不小。 Andrew 在加州出生，在加州长大，他现在是24岁，所以他是一个大学学生。除了上课以外， Andrew 也喜欢玩电子游戏机、做饭、吃东西、听音乐和看棒球比赛。再说他有很多肌肉，如果你不想走路的话，他就可以带你。在周末的时候， Andrew 喜欢跟朋友看电影、买衣服、在沙滩走路和钓鱼。我哥哥也喜欢讲话，因为他的个性是开朗和幽默。Andrew 也养一只狗叫 Margo， 他对养宠物很有兴趣，所以他希望有一个女生可以跟他一起养狗。Andrew 不喜欢吃青菜，不喜欢做功课，也不喜欢早起。他是一个单纯的男生，所以没有太多东西不喜欢。Andrew 希望有一个很温和的女朋友，长得又漂亮又可爱。那个女生也得喜欢小孩子，个性很创意，那就更好。Andrew 希望那个女生很真心，要不然她会很生气。要是你觉得 Andrew 适合当你的男朋友，那你就得赶快打电话给他，他的号码是6012349111。